影音视团获发行商邀请，成为电影《听见歌在唱》的基督教策动团体，希望藉呢一套动人心弦的电影，鼓励观众找到生命中专属的音调，让下一代在掌声中重寻信心。嗱，咁我哋睇到咧，最即系触动我心就系咧，细路仔需要掌声嘅，即系做呢套戏咧，系佢冇话俾你听赢唔赢嘅，即系唔好计个成果，而系睇到咧佢努力嚟表达嘅时候咧，我哋就应该咧系俾一啲鼓励佢嘅咁。咁所以我哋睇到咧，即系话咧喺我哋一个嘅牧养里边啦吓，系点样令到啲细路仔有翻佢自己嘅价值咧？寻到佢哋自己鼓励自己嘅方法咧，咁啊，即系譬如话咧，我系为主而活嘅啫，我唔系话要为一百分嘅。盡咗力就得噶啦，耶穌都係叫我哋盡心、盡性、盡意、盡力啫嘛。咁亦都係咧，一天難處一天當就夠啦。諗起呢套片咧，我哋好希望大家咧，你咧係可以組織一啲人一齊嚟睇嘅。咁你咧就帶佢嚟睇嘅時候咧，最重要即係話咧，我哋要聽下究竟佢心靈嘅裏邊啲咩迴響咧。如果想參加8月15日會員報到場或者包場，請掃描以下 QR code 或者致電22096280。